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就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甜品食谱芝士烤牛奶，听说味道还很不错的，我们即刻开始啦。完成啦，望落真的好像很吸引啊，但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先。面层的芝士烤到有脆皮的口感，而且牛奶的味道也非常浓郁，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饭后甜品啊。简单三步就整到，大家都一起来试下整啦。Yoohoo！